大家好，我是风静，然后现在在贵阳的花果园湿地公园，然后很多人来这边都会看那个白宫，然后今天带大家转一圈。这个地方就是花果园的标志性建筑，然后花果园公馆也是贵州的一个标志性建筑，然后也被称作是贵阳白宫。可以看一下周边，这边建筑风格跟这个花果园公馆的建筑风格完全不一样的。很多人其实来贵阳都会到这边来看一看，据说是一个私人的豪宅。这边喷泉一开，彩虹就出来了。中午的时候坐到这儿挺凉快的，它这边前边，然后好多人就是在那个地方坐着，那边风挺大，碰到这两个穿古装的人了。这个地方真的挺适合乘凉的，这边好多人都在这边。看对面那个地方，全部都是人在那边乘凉。这个楼盘真的是太密集了，不过好在一点是可以挡太阳。然后看对岸，不过这边确实是挺凉快的。现在给大家近距离拍一下这个白宫，看一下。然后据说晚上更漂亮，等到晚上过来的时候，然后再拍一下夜景。